懒羊羊外传。挽救灰太狼。老婆，快吃早餐吧。还不快去拿报纸。老婆，我上了头版头条了，我威名远扬了。拿给我看看，我也要看。狼族的耻辱，灰太狼与羊成朋友，请羊做客，给羊献唱。狼族群众情绪高涨，希望将灰太狼严惩不贷。你这个笨蛋，你是臭名远扬了。老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，老婆？老婆，不如我们先去避避风头吧。灰太狼，你这是想去哪里呀？表哥，我们是奉狼族长老的命令前来抓你回去接受调查的。哎呦，表哥，二叔啊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，我怎么可能会和羊成为朋友呢？废话少说，快跟我们走。老婆，你快点想办法救我呀。老公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门上做机关，警报响了，快去看看。小灰灰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想我们了？是羊羊，这次你一定得帮帮我。灰太狼被狼族的狼抓走了，你们一定要叫懒羊羊救救他呀。哥哥姐姐，请救救我爸爸。我看这件事不像撒谎的。是啊，喜羊羊，那你就帮帮灰太狼吧。总之，我们先去把懒羊羊叫醒。好。懒羊羊，醒一醒，灰太狼出事了。灰太狼来了，大伙快跑啊！什么吧，原来是小灰灰你啊。懒羊羊，求求你救救灰太狼。灰太狼来了，大伙快跑啊。懒羊羊哥哥，用你的超能力救救我爸爸。要是小灰灰没有了爸爸，那多可怜呢。懒羊羊，那你就帮帮他们吧。可是我……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红太狼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灰太狼就拜托你们了。红太狼放心吧，有懒羊羊在，一定把灰太狼带回来。喜羊羊，你们要平安回来啊。放心吧，美羊羊。时间不早了，喜羊羊还是快点出发吧。各位再见了。再见。
灰太狼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长老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最近过得还好吧？还好。不好。那羊有到你家去吗？这个吗？如实回答。有。你有没有给他们吃好吃的招待他们？有。那你有没有送他们回家和他们说再见？长老，你就听我解释解释吧。解释？我们是骄傲的狼族，怎么能够和羊做朋友呢？灰太狼，你是我们狼族的耻辱，我必须要惩罚你。长老，你不知道内情啊。羊村里面有一只羊叫懒羊羊，它有超能力，有它在，我根本就抓不到羊，只有听它的摆布了。灰太狼，不仅是个胆小鬼，还是个大骗子。有超能力的羊吗？我从来都没见过。你们有谁见过超能力的羊吗？我见过。我见过。来呀，把灰太狼给我拿下。对付叛徒，我们要给他最严厉的惩罚。喂，长老，喂！喜羊羊，他们要惩罚灰太狼，怎么办？有了！种种证据证明灰太狼与羊成为朋友，而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。根据卷宗狼族族训第131条，将对灰太狼处以100鞭扫把抽打以及禁闭50天。处罚开始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你不要相信我呀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住手！我是你们的祖先武大郎，还不赶紧下跪！灰太狼是你们的同胞，为什么你们不但不相信他，还要处罚他？因为他是羊的朋友，是叛徒。灰太狼，你是羊的朋友吗？不是的，都是一只有超能力的懒羊羊逼我的。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。那你还不赶快放了他？是。谢谢老祖先。羊，这是羊啊，竟敢冒充我们的老祖先，抓住他！我是有超能力的懒羊羊，你们抓我会后悔的。我们才不相信你有超能力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，让这些狼全部变成爆炸头。大侠饶命啊。都跟你说了我有超能力。灰太狼是我的朋友，你们这么想把他留在这儿，我也只好天天来陪你们玩了。你还是把灰太狼带走吧。灰太狼老弟，你快点跟懒羊羊走吧。长老，我这就跟懒羊羊走了。
老婆，儿子，我回来了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爸爸，我的肚子好饿啊。小灰灰乖啊。爸爸这就去给你找吃的，等着啊。善良的懒羊羊，我们全家都快饿死了。做好羊就做到底，你就救我们全家一次吧。那好吧。这是我最后一根棒棒糖了。我不要棒棒糖，我要吃羊。海狼，你这个老坏蛋！啊，真厉害！灰太狼，我们走喽。可恶的喜羊羊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